及时已到，点炮！今天啊，青林百货开张，我们迎接大酬宾，全场八折。 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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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嘉靖商会会长武文生亲口跟我保证，近期内党部不会对日货有任何动静。这个新年，咱们可以大赚一笔呀！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这批日货价格公道，东西又好，我看不出一个月，咱就能卖得差不多。到时候就算是他再反日，那也反不到咱们头上。 姐夫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你说的都好，可是这毕竟是你自己在说啊。你说，如果真赔了，我可怎么办啊？3000块钱可是方兴的老底儿啊，都赔了，我怎么活呀？方兴啊，这么多年来，你这个钱庄半死不活的。 就是因为没有大宗的买卖，哎，这把如果成了，你一下就翻了身了，对不对？这么多年你这门脸也该装修装修了，也该弄得阔气点了，是不是？嗯，那行，姐夫，我都听你的。哎，你放心，保证大赚。龙门牌肥皂5箱32块。 龙门牌肥皂5箱32块，美人牌香皂2箱26块，上海牌雨伞45把，珍珠牌香粉72盒，华丽牌拖鞋66双，华丽牌拖鞋66双。
防水雨鞋45双。防水雨鞋45双。哎，我呀，初步的算了一下，今天这流水至少在2000元以上。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，用不了一周，咱这点货呀就都卖光了。我现在担心啊，这些货不够卖的了。哎，你本来还担心这些货太多呢。哎呀，谁想到这一开张就卖得这么好啊？是啊，会继续好下去的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我在想，只要咱好好做，把咱青林百货的名声打响了，这远近的顾客呀会越来越多的。希望一直这么好下去。对对对，一直这么好下去。明秀，你回来了。明秀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呀？我不想早回来。哎，这上面有你吗？哎呦，嘿，你看，蹬出来了啊！哎，蹬的什么呀？写的什么？小石头，老梁，寿生，哎，把手里的活啊放放，来来。哦，来喽。我上去看看闺女去啊。好，哎，对了，顺便啊，叫她下来吃饭啊。秀，今天在学校里过得怎么样啊？我跟新同学之间相处的还融洽吗？哎，跟娘说说。跟他们都没有什么话可说。我想回上海。秀，你现在啊是个大闺女了，把你一个人放在上海啊，我和你爹不放心。新环境啊都是这样的，等跟大家伙熟悉了之后啊就好了。熟悉什么呀，根本好不了，无法沟通，他们都是土包子。明秀，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到上海才几年呀，怎么就学得看不起人了呢？照你那么说，你娘也不认识几个字，难不成也是土包子？还有你爹、寿生哥，底下的那些街坊邻居们，大家都是土包子了。娘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我愁的是和同学们无法沟通，气的是糊里糊涂的身份。我想过的日子过不了，可我不喜欢的人，你们非得逼得我去认。我的心里不痛快。好了好了。要怪啊，都怪爹娘当年做的不好。你说你这个心结，什么时候才能打开？好了，下去吃饭了啊，大家伙都等着呢。走吧。行了，李老板，菜齐了啊！好嘞，一会儿缺什么少什么，您言语一声，我再给您备。好啊，吃完了拆小石头，说一声，我们给您收。好嘞，好吧，谢谢谢谢。那我祝您开业大吉，财源广进，得您吉言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走了，好嘞，慢走慢走啊，慢走。师娘，没事，快入座，来来来，坐了坐了坐了啊。哎，来，我把酒给你们倒上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来我来。把酒倒上来，石头，把酒倒上，倒上来。老梁，哎，今天呀是个好日子啊！谢谢师傅，是我林家重新开始的日子，也是你们大展宏图的好日子。来，这杯酒为了咱们青林百货能够更上一层楼，我敬各位，敬各位啊！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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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辛苦，谢谢师傅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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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随意，随意，随意啊！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啊，哎呀，老板，您看咱这铺子这回装的多好啊！老梁，还铺子呢？是百货商行，百货商行。哦，百货商行，您看咱这百货商行这回装的多好啊！这些年来，嘉兴县也没有这种卖货的方式啊。嘿，这算什么呀？告诉你们啊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呀给你们啊都配上终身装。啊，这这这中什么装？哎，老板不会穿的太怪了吧？你看，不懂了吧？我就告诉你了，现在上海啊，四大百货商行那卖货的男店员啊，穿的都是中山装，那都是一水漂亮的小伙子，往那儿一站，看着就舒服。哎，我还告诉你们啊，这上海的四大百货商场卖货的不光是男店员。那还有女店员呢，是吧？女店员，这女的也能当店员？嘿嘿，哎，我就告诉你了，哎，不但能当，那还是主力呢。在那儿的女店员，那可比男店员卖货卖的多。那个我见过，他们一个个都穿着旗袍，像从画里出来似的，可洋气可漂亮了。明秀说的没错，都是旗袍，看上去漂亮。这样啊，还能提升百货商行的形象。我是想好了，再发展一段时间。老梁啊，你就退到后面，掌管账房。前面呢，就由寿生啊、小石头带着几个穿旗袍的漂亮女孩站在那儿卖东西啊。哎呀，哎，你们别看我们呀。嗯。我们娘俩才不给你们站柜台丢人现眼呢啊！哎呦，哎，我哪敢劳您大驾呀！我是这么想的，等咱这批货卖干净了，我就去这县城里头啊，招几个读过书的女学生，啊啊，穿上旗袍，站在咱这个柜台前面卖货。你们想想啊，这女店员站这儿卖货，那嘉兴县的报纸那文章还不得给咱写出来呀？嗯，是啊，师傅。这样，咱连广告费都省了，自然有人帮咱大力宣传了，不是？我正有此意。哎呀，师傅，还是您想的长远。
帮你翻开。所有的丝都往后边卸啊！伯父，素贞，我见着阿炳了。哦，都安顿好了？就在警察局的宿舍里，狗窝一样的地方，根本就不是人住的。哎呀，有个地方住就行了。他自己的选择，当然要承担责任。郭父，我求求你，你就跟我去一趟，把孩子劝回来吧。郭父，素贞呐，后天恒泰就开始卖货了，成败就在此一举。眼下人手都忙不过来，你就别跟着我乱了，到后边歇着去吧。啊，我去了。快点啊，快点，把丝都挪到后边，都安排在后边啊。哎，快点，快点。吃完饭怎么没看见寿生这孩子呀？你没看出来吗？寿生啊，一直想找明秀聊天，可是明秀就是不理他，估计这会儿啊出去生闷气去了。行吧，感情的事儿啊，我们就别跟着瞎掺和了。只要是不跟胡家人来往，我就不干涉。我也这么想的，由着他们去吧。子清，嗯，这几天你累坏了吧？是啊，但是累得很值得。想想这么多年，生了死，死了又生的，让人最欣慰的就是啊，我还没趴下，还能完成自己的梦想。子清，现在啊，是你扬眉吐气的时候了。扬眉吐气。是啊。是该扬眉吐气的时候了。对了，子清，你今天看到胡国府跟武文生了吗？看见了。你说，他们又想干嘛呀？他们想干嘛？胡国府看见我们现在这样，肯定是不高兴。可是，他又能怎么样呢？他又不是做百货公司的。至于这个武文生，这个人倒是不好说。我知道他是恨我的，可是武文生跟胡国府走在一起，难道是想联起手来对付我们？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呀。胡国府一直想置咱们于死地，武文生呢又跟你有恩怨，你说咱们是不是得防着点儿啊？哎，话呀不能这么说。可是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是想不出来，他们能怎么着？不过啊，还是得小心点好。咱们走走看吧。关键的问题在于咱们自己。我是想说，咱们青林百货这头三角，要踢得好，踢得漂亮，踢得扎实。即便他们再想联起手来搞事，也奈何不了我们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做好自己的，其他的什么也不用管。子清，嗯，你说我这些年是不是变得胆子小了？我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这个呀，怨不得你。主要是这些年经历的事情太多了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
就给你带好吃的来了。嗯，淀粉到了。起来吧。嗯，秀儿啊，爹刚才做了个梦。梦见什么了？哎呀，梦见你小的时候刚刚学会走路。那时候我是不是特别可爱呀？嗯，特别可爱。你放糖了？嗯，嗯，好。来个包子。嗯，好喝，你熬的？我娘熬的。哦，好。下次再来啊！哎，秀，我不要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我不要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娘会给我的。这些钱又不是给你的，拿去。我不要你的钱。你要不要这些钱？我都是你爹。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做了，你现在要学会习惯跟接受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好好的相处。我们永远不可能好好相处的。我爹只有一个，他叫吴崇达，不是你。你骗了我娘，害了我爹，你是坏人，我讨厌你。明秀，上一代人的恩恩怨怨、生死情仇，你不需要知道，你知道了，也理解不了。我只需要告诉你，我以前被奸人所害，死过一次，是你娘把你留下来的，让我能够有你这么一个女儿。我现在只想好好的活下去。好好的把你抚养成人，我难道错了吗？明秀，我们这代人经历的痛苦跟磨难，你可能理解不了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没有资格怀疑我，更没有资格怀疑你娘。拿去。里边行，里边行。生意好得很呢、啊。嗯。卖得过他吗？哼。哎呀，斗了一辈子了，是该分出个高低了啊。要的就是您这句话，我给你备了点人，这些人都不会引起林子清的注意。
想怎么用，您随便。进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来几块钱？哎，两块，两块。来，来，来，起来，等着，等着。局长，嗯，挺精神，高威风，还是承蒙局长您的关照。嗯，这下你可给胡家长脸了。怎么样，令尊大人很高兴吧？他呀，他高兴不了，他是从来见不得我好。哪有这么当爹的啊？这胡国府太不像话了。算了，局长，咱不提他了。我给您汇报一下您交代给我的工作。您让我盯着林子清，我是一分一秒也没放松过。我这两天一直盯着他看，他这个百货商行的生意啊，出奇的好。您说也奇了怪了，他那百货商行又小又烂的，但那些乡下土包子是特别给他面子，人来人往的络绎不绝。嗯嗯，那令尊大人那边呢？胡国府那边也有动作，好像最近在秘密盘货，然后装修店面。看情况啊，估计这一两天就准备要跟林子清对着干了。嗯，盯紧了。哎，千万盯紧了，他们俩有任何异动，马上你向我汇报。明白。局长，嗯，有个事儿，胡炳一直没想明白。你说，您看。咱现在也是嘉清巡警队副队长了，
应该有好多正事儿要干，每天老盯着这林子清跟胡国府，不明白什么意思。嗯，来，正事儿啊，我问你，什么是正事儿？民生大计是正事儿。你说这两个人斗来斗去，把家清的秩序搞乱，老百姓怎么生活？所以说，保护百姓的生活，这是头等大事儿，保一方平安，这才是正事，懂吧？局长，胡炳知道了。嗯，好好干，回头让令尊大人看看。你胡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局长，不是我不听您的，我就是干成什么样，他一样那么看不起我。从小到大，我在他那儿就没得过一句好，我谈个恋爱他都反对。您说我能干什么呀？来，你跟林家闺女的事儿，我听说了，说两家全都反对。反正啊，等我有本事那一天，他们爱反对就反对，我照样跟明秀结婚。你说我现在交给你的这个任务啊，一边是令尊大人，一边是未来的老泰山，也确实是很为难呐。局长，一点都不为难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。要是他俩真做什么坏事了，哼，我一定大义灭亲。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，你小子前途无量。多谢局长栽培。秀儿，冷吗？怎么了？爹看你今天好像不高兴啊。自从我回来，我发现这里的人不是想着怎么做生意，就想着怎么赚钱。我觉得我和他们都说不上话。孩子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很烦呢？秀儿，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有烦恼吗？为什么呀？爹活了大半辈子了，经历了那么多的事。这几年，我觉得我慢慢想明白了。哎，你就说咱们嘉庆的，那个叫卜沧海的，你知道吧？嗯。这个人以前做生意，做得还不错。后来呢，他非要当警察局长。警察局长他也当上了，他现在是又有权又有钱。嗯，还有胡国府，今天收这个铺子，明天收那个铺子，你能说他们没有烦恼吗？秀儿，有句话叫无欲则刚，你听过吗？嗯，我想爹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这些人或贪财或贪权，因为他们这些欲望才生出来许多的烦恼，只有像爹这样不争不抢，才活得逍遥自在，对不对？秀啊，爹原来也觉得自己无忧无虑，挺逍遥自在的，可现在发现我也有放不下的东西。爹也有放不下的。孩子，你现在的幸福
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守正守正，来，坐一说坐一说啊。怎么样，都看见什么了？其实也没什么，还是四行的牌匾，门帘也没变化，就是里头。里面怎么了？当时他们大门紧闭着，窗户也拿帘挡着，可是有光从帘里透出来，我又觉得奇怪，想凑过去看看。果不其然，里面灯火通明，里面有人搬东西，还有清理货品的声音。我想听听怎么回事，可这个时候巡警过来了，我就没敢再听了，就赶紧走了。装神弄鬼的，哎，你说这胡国府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觉得今天那些人就是他派来的。我也这么想。哎，你想想看啊，来了十几个人，货架上的每一样东西只买一件，而且还把价钱记得很清楚。对呀，买东西的哪有问都不问、看都不看的就买的？这分明啊，就是为了买而买。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？这么多年了，恩恩怨怨、生生死死的，这刚过几天安静日子，哎，你说这胡国府，难道是要卷土重来？师傅，要不我再去探探，说不定还能找到什么线索。算了算了，坐下吧。我想啊，他也玩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来，咱们只需要卖好咱们自己的货就行了。这兵来啊，将挡；水来土掩，咱们只需要做好应战的准备就行了。这明秀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师娘，要不我出去找找吧。不用了，待会儿吧。现在忙着呢，你赶紧去盘货吧。好，守正，你去看看今天这几箱东西卖了多少。行，师傅，那我去看看。嗯。哎，我刚才说这银元有多少块来着？16块。对对对对，先记上。你怎么搬这儿来了？让兄弟好好找啊。我明白了，是想守着闺女。大哥，咱还是回去吧。兄弟们给你做内应，再把六合门夺回来。哼，夺回来，那不又得打打杀杀的？没意思，我可没那个心思。别呀，大哥。您现在这个境况，兄弟们看了你难受。江湖讲究义字，你这样我们不管，那我们成什么了？义字？哼，江湖上哪有纯粹的义字？扯淡！想当年阿叔大哥那是何等的义气，非让我做六合门的掌门。可等我撑起这个门面，一旦有了钱财，他就把义字抛到了脑后，甚至对我都起了杀念。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把一个义字变成了利字。嗯，算了，这样挺好。四海啊，难得你还惦记着我，你是我的好兄弟。我就这样了，干干净净的领你一个情字，我就知足了。
优惠啊！老板，哎，跟我们亲戚，可能慕名而来买你百货的。哎呦，谢谢！你可要多多优惠呀！放心放心，买的多呀，我单独给你优惠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嘞，谢谢啊！林老板，哎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！谢谢！林老板，您这店哪儿都好，但就是面积太小啊。面积小得靠您多帮忙啊！哎，哪天开了分店，面积不就不小了吗？哎，对，提前恭喜！哎，恭喜！啊，谢！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好，里边请！哎。哎，慢慢的啊，来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哎，谢谢，哎，好，哎，好嘞，里面请，里面请啊。这是大力光太郎，百货比金银百货，比金银百货，百货比金银百货，这是大力光太郎。来，不是，我们那儿也八折优，哎，怎么都走了？别走，哎，再看看我们货，我们货呗，再看看呀，我这货还不错。去对面看看。去去，再往前一点，看门口。便宜三折，便宜三折，怎么样啊？你这条便宜三折。师傅，他们动手了。太不像话了，当街抢我们的顾客，我找他们理论去。哎。人家当街叫卖也不违法，再者说，你跟他们去理论，伤了元气怎么办？那我们怎么办嘛？怎么办？走，看看去。哎，别走啊！都别走啊！再看看吧。大百货新生态了啊！存在百货，小三层。哎，大家都过来看了啊！看看这青林百货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见没？肥皂，我们试过了，不好使。看见没？这牙刷居然是断的啊！这太坑人了！这最可恨的是啊，看见没？这香粉居然是用面粉做的。还有，大家再来看看这把伞啊！这把伞是我们昨天刚从青林百货那买回来的，啊？没什么不一样吗？一块钱，这么贵的伞，它到底质量怎么样？是，看看它能不能防水，啊？好，大家看仔细了，哎，没啥区别啊，都是伞，好的吗？哎，啊，里面还真漏了，师傅。快想想办法吧！他们当众诋毁我们的货嘛，还疯狂压价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什么都卖不出去。这把伞是我们恒泰洋货的，正经日本国产，才卖八毛，便宜点。再来看看这把伞的质量怎么样？是，好，阿成，看仔细了，哎，没什么嘛，区别。来，来看一下。哦，这没漏哎，怎么样？哎，还真怎么样？哎，真香，真香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不用我说，大伙儿都清楚啊。又便宜。这青林百货卖的是什么东西？这恒泰洋货我们又卖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这青林百货什么价格？我们恒泰洋货又是什么价格？不用我说，大伙儿心里都明白。今儿个你缺什么，里边随便看。随便挑，但凡要是有一件比青林百货卖的贵，我们原价照赔。不要着急。哎，我听说恒泰那边比青林的东西好太多了。就是，而且恒泰的货物比青林的还要便宜呢。是啊，那去恒泰买真贵。那走吧，我们一块去看看。不能退，真的不能退呀！乡亲们，我们这也是小本经营啊。退货，我们拿什么养家糊口啊？你们不用装可怜，那东西卖得这么贵，天天大鱼大肉的，这日子怎么就没法过下去了？
对呀、啊，你看东西卖的又贵，你们质量又不好，哎，我们得退货，这必须得退，哎，必须得退。诸位，真是不能退呀，这买卖行里没这规矩呀。老哥，你就给退了吧，咱挣点小钱也不容易，这东西买错了就给退了吧，是不是？对呀。退货的都可以退。子清，我是青林百货的老板，我说你们手里的货可以退，都可以退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我青林百货卖的所有的货品，绝大部分都是国货，极少的是西洋货。这些货在上海的百货公司里面卖的都相当的好，我们在进货的时候，每样产品，每样货品，我们都精心的检查过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残次品。当然，你们要是愿意相信那奸人的言语，说我卖的是残次品，没问题，全部把货拿来，我都给你们退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青林百货敢卖货，我就有胆量给你们退货。从今天开始，只要从我青林百货卖出去的货码有半点质量问题，三天之内我包退包换。如果没有质量问题，买了不喜欢的，买了觉得后悔的，也可以拿回来。给你们三天的时间，没用的退，用了的可以换，折价退。真的假的？这套玩意儿，林老板，好。哪怕就算您说您的这个货品质量没有问题，可是您卖的这个价格比恒泰百货的贵那么多，您又怎么解释呢？对呀，你这翻了两倍，你这样呀，我们卖的贵，好，好，我先不说他恒泰恶意竞争，疯狂的压价，咱就说说两家卖的东西，一样吗？卖的东西一样吗？这有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！我青林百货卖的全部都是国货，他恒泰呢，卖的是日货。我店里所有的货品，那都是民族企业为了富国强民生产出来的产品。那恒泰卖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是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，那是为了欺骗中国人倾销过来的淘汰的日用品。你们自己想想，哪样东西用得住啊？哪样东西值得买回来使用？父老乡亲们，你们心里头应该有杆秤吧？是啊，怎么能这样？林老板，您对您卖出的东西就那么有信心吗？我说这位大爷，您认真的想想，哎，我青林百货刚刚开张，我敢拿残次品来骗咱们的啊街坊邻居吗？我觉得也是啊。你看，我在你们这里买这拐杖，挺好的。可是到了恒泰那边，展示你们青林百货东西，怎么就质量那么次呢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恒泰现在想一家独大，当然会诋毁我青林百货卖的东西。可是你们认真想一想，他说的话，你们能信吗？林老板，我们不懂什么民族货呀，还是日货，但是我们知道啊，谁家的东西便宜又好，我们就买哪家的，对不对，乡亲们？对呀，太对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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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吵，别吵。就说，师傅不能退啊，叫你去你就去。好，想要退货的，我都给你们退，一个一个来，都退。好，我先退。我也退。看我这，看我这。走，乡亲们，咱们这。乡亲们，听话。这么退下去，咱们要拖垮的。你先在这儿盯着，我出去一趟。哎。
你这要去哪儿啊？我先不能告诉你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争吵，想退的都给他们退。 清楚了，的确是武文生和胡国府联手搞的事。你今天出去了一天，就去查这件事了？啊，花了些钱，能把事情查清楚，也算是值了。师傅，武文生怎么会跟胡国府联手呢？卖货的只有胡国府呀。胡国府卖的货，那都是武文生给供的。武文生的货？是，对。 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进了一大批的日货，卖给了胡国府。现在看，当初胡国府和武文生过来观望的意图也都清楚了。这么说，他们是要铁了心跟咱们对着干了。胡国府想翻身，武文生想报仇，恐怕是的。武文生和胡国府联手，我明白了。昨天到我们店里买货超价钱，今天早上在街上给恒泰造势的人。 还要到我们店里来退货的人，都是武文生的手下，他们把所有的顾客都弄到恒泰那边去了，而卖货的却只有胡国府。没错，带头闹事的都是武文生的人。我现在就想不明白一件事，我总觉得这两个人背后啊，好像有什么人，或是什么势力，在支持他们。可是到这儿，就查不出来了。 对了，寿生，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啊？两天卖出去的货，大概有三成都退回来了。不过按您说的，只要没有磕碰、没有损坏的，我们也就都收了。哎，那今天还有货卖出去吗？没了，一件也没有。子清，你看这个情况，咱们这间铺子。 还能做下去吗？能做吗？能不能做也得做下去啊！现在还消费这样的问题吗？这买卖刚开始做，哪有停下来的道理？子清，你先别生气。我是说，这种情况，咱们该怎么继续经营下去？今天陈老七、朱三太他们都过来了，看到咱们生意这么差，他们是担心他们投进去的钱。 也会血本无归。再说了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咱们还答应给大家分些红，可到时候如果拿不出钱来，我担心会有人退股的，那个时候可就麻烦大了。降价，降价吧，先降到跟恒泰的价格持平的程度。 可再降的话，咱们就一点利润都没了。没利润也比亏本强啊！哎，守生，明天去一趟新报的报社，
把王记者给我请来，我需要他帮我出一篇文章，帮我们金陵百货国货的日用品证明。好，师傅，明天一大早我就去。好，这护国府卖的日货，基本上都是看上去好看、不实用的东西，用一段时间自然会出现问题。到那个时候，别人自然会知道，谁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好东西。子清，这降多少，该怎么降，你心里有底吗？每样货品都得降，能降多少就降多少，至少先要把现钱回来，以便做个准备。压低价卖货，难道说我们收了钱还要再进货不成？还进什么货呀？现有的货都卖不掉，这订好的货都在路上了。你师傅要把资金回笼一下，是怕万一有人要退股，咱们也好有个准备呀。小兰就是小兰，收生啊，这种事情要提早做准备，而且还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如果要是有人找我们来退股，我们得有钱拿出来给别人。如果我们拿不出来的话，所有人都会晕过来找我们要钱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等于是绝地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把降价的事情好好的核算一下。打起精神来，干活吧。三毛就三毛吧。哎，不行，太太，四毛已经是最低价了。你看看你们这儿卖这么贵，谁来买啊？是不是？人恒泰洋货那边就卖三毛钱。太太，您要是不想买啊，那您就别买了。不是恒泰卖的便宜吗？您上那儿买不就完了？哎，你这小伙计，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教养啊？谁没教养了？反正啊，我是没见过您这么死皮赖脸讨价还价的。哎，你这小东西，你还骂人是不是？谁骂你了？你刚才就骂我了，你没骂你，你说话就是不干净。别吵，别吵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莫生气，莫生气啊！不就是一暖壶吗？三毛卖您了，卖您了啊！你三毛卖了？哎，卖了卖了。小伙子不懂事儿，您呀甭跟他一般见识啊！来来来，把壶拿出来给人家。这暖壶就当是金陵百货呀，半买半送您的啊。这还是老板会说话，是不是？依我说啊，这样的伙计就不应该用。再说这一个水壶，我这三毛钱已经是多给了，人家恒泰那边卖的就是比你们便宜。哎，您慢走，您慢走，哎，慢走慢走啊。老板，您看您这么卖，咱本儿都亏五分，您这哪行啊？哎，卖都卖了，以后啊长点经验啊。碰见这样的人，还是让老梁过来招待，犯不着跟人家伤这和气。再者说了，你这伤了和气啊，没地儿讲理去，然后还会砸了店面的招牌啊！哦，把账记上吧。老梁，哎，老板，以后啊，多教教他，没什么经验。好，放心吧，老板。小先生说是您给他发的电报，有急事找他，他才来的呀。我给他发的电报，啊，胡他妈扯！反正他就在您别馆里等着呢。您看，没事。
里边请。哎，里边招呼着啊。哎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好，不远送了，好了吗？哎，没事儿，上这儿参观来了。他们的生意一直都这么好吗？是啊，一直都这么好。子清，你说咱们报纸也发了，价钱也压了，可是为什么老百姓到现在还不买账呢？现在根本就没有人管什么日货、国货，也不管质量好坏，只要价钱低，他们就买。可是要是再压价钱的话，咱们就彻底赔了呀。是，价钱肯定不能再压了，但是这也怪不得老百姓啊，都穷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从上海订的那批货五天之内就要到了，这批货钱还没付呢，咱们拿什么钱去付下笔货的货款呢？我都知道，我只希望这些事啊我一个人考虑就行了，走，先回去。子清，咱们要再不想出办法来，这青林百货真的就没指望了。办法一定会有的，你跟这儿站着也想不出办法来啊。来，先回家。胡国府已经逼得林子清快完蛋了。我也没想到事情进展得这么快。据我所知，林子清的货是卖不动了，他的那些股东也开始担心起来。照这么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他的股东就会纷纷退股。到那个时候，不用咱们费太大力，他可就完蛋了。好啊，就让他们俩先互相咬去吧。哎，文生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你说这日本人在上海跟国军真能打起来吗？你是行伍出身啊，你说说，这要真打起来，谁能赢？现在都不好说，论实力来讲，日本部队比咱们中国部队要强很多。国民党张学良统一中国也是勉强的一时之为，再加上多年内战，中国元气大伤。现在的中国部队有中央军，还有旧军阀的部队，名义上是统一指挥，但实际战斗力是完全不能保障。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日本人的赢面较大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中国军队毕竟在本土之上还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。那日本人占领了东北，他要想占领全中国不是那么简单的。那这么说还得再看看。看什么？现在中日关系这么紧张，今天小野来了，非要跟我见面。小野先生来了。来，别忘了，小野先生。
请请请。小野先生，下次来呢，您提前知会一声啊。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，您看今天这么仓促，这么简陋，实在是失礼了，失礼了。哎，我这次不是为生意而来，之所以事先没通知你，就是想让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考察你。考察我？小野君，您是大日本百货商会的会长，您考察我？这也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，也是为了你沧海郡的前程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大日本帝国和中国早晚要爆发全面的战争，而中国绝对是不堪一击的。哼，到那个时候，中国就会像满洲一样，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。所以，提前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准备像浦先生这样的实用人才，还是非常必要的。小野君，那我就更糊涂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名义上虽然是商会的会长，但是我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，那就是大日本帝国特高科驻东南地区的特派员。一个商人，在纪律严明的日本国度里面，怎么就能轻而易举地去做军火商人？So this， 沧海君，我认为你是一个可靠的朋友啊，前程无量。那这个省警察厅副厅长这个位子，您也愿意帮我？什么副厅长？直接到正厅长的位置干干，如何？哎呀，啊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。走。哎，沧海君，你我的利益是一致的。嗯，那都是为大日本帝国出力。是是是，所以我们会无条件的支持你，而你也必须无条件的为大日本帝国服务。啊，放心放心，沧海粉身碎骨，愿效犬马之劳啊！来来来，请来，小野君。能不能透露一下，贵国准备什么时候开战呢？这是军事秘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失言了，失言了。啊，小野君啊，最近形势比较紧张啊，您也尽量少出门。我会安排一个叫武文生的跟您联系，他是嘉庆商会的会长，有什么事儿您找他。那就拜托了。哎，多坐多坐多坐，请请请请。但是我不会拒绝。啊？会不会嘛？哎呀，那你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。啊？什么？那我回家了，我走了。小心点。我知道。云秀。哎呀，书生哥呀。那个胡炳他不是好人。书生哥，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的事你最好少管。明秀，他们胡家和林家是世仇，而他们现在又来欺负林家，可你还跟他胡家的儿子走这么近。我的话你听不明白是不是？那胡炳现在不是胡家人了，就算他还是，那这事儿也是我自己的事儿，
你最好少管。哎，明秀，胡炳真的不是好人，我发誓。秀生哥，你这车轱辘话说不完了是不是？哎。写的呀，师傅，报纸，报纸，真的打起来了！你看，这上面写着呢，日军攻打上海。行啊，现在游学最时髦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别，哎，你给我回来，你小心点啊！哎，甭管他了，让那孩子去吧。哎，我现在在想啊，时机刚好，现在这游行啊不是关键，关键的问题是满街的抗日热情如此的高涨。哎，没准儿对我们是一个好的时机。你想想看啊，胡国府的店里卖的都是日货，咱们正好。他们全是国货呀，正好是个翻身的机会。是呀，这下可就有希望了。是啊是啊，有希望有希望了。哎，小石榴，哎，赶紧写上我们全场国货啊！赶紧写，赶紧写。对对对，走走走走啊！小野先生那边等的有点不耐烦了，他是看出来您故意不想见他。您看现在这时候，上海那边打起来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我是担心，万一他真不高兴就这么走了，那咱们之后的事儿……可是现在这个形势错综复杂，看不清啊。那您也得有个了断，不是？哎呀！你给他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先把他藏起来，然后帮我找些理由搪塞他。我尽力办吧。嗯，那省党部的通知啊，收缴日货，没收罚款。你赶紧去把胡国府的铺子收了吧。我还想当几天好人呢，这事儿您叫别人罚吧。哎呀，恶人我来干，发财的事儿交给你，行了吧？这分工就合理了。上次那批货，2000块的款子，您的。嗯，好。下批货。大年三十晚上到，这次可都是重家伙，要发南边呢，您还得多关照啊。放心吧，这也是我的生意，可不。那您忙着，我先告辞了。哦，进来，局长。
您找我。胡炳啊，现在有一件事儿呢，我很为难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。局长，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。有个案子很棘手，我不知道要不要交给你。胡炳希望局长能信任在下。这件事的难度非同小可，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坎儿。你要过去了就是一马平川，你要过不去，恐怕就栽在这儿了。但凭局长安排，胡炳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们现在要抓一个汉奸。局长，日本人现在这么嚣张，就是因为这帮汉奸吃里扒外。汉奸嘛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胡炳执行这个任务，荣幸啊！您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他不是一般人。谁呀？胡国府。17年前，胡国府跟日本人的关系就非常的密切，他一直在嘉清做日本人入侵我们工商业的内应。令人发指的是，他还和日本人安藤博文一起残忍地杀害了抗日志士小头红。5年前，他更是跟日本人一起开设了大东亚恒泰联合私行，这个私行就是日本人入侵我们的工具。